1938年10月，日军相继占领广州、武汉，中国抗日战争逐渐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基本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采取以稳守占领区为主的方针，逐渐将其注意力集中于打击和消灭八路军、新四军。 延安，革命的圣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坚持抗日，通过游击战取得一次次胜利。到1938年，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日伪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000人，先后创建晋察冀、山东、皖中等多块抗日根据地。 部队发展到15万余人。此时的延安吸引了全国抗战人士的目光。随着抗战形势的转变，日本军国主义者则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企图诱使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 1938年12月18日，重庆，趁着夜色，一位头戴礼帽的人走出了他的住所，钻进了一辆早已在门外等候的小汽车，车径直冲出了重庆城。这个头戴礼帽的人正是时任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黔离重庆，汪精卫先是到了昆明，后又转到越南河内。 12月29日，他在南华日报上发表唁电，提出了中国与日本邦交方针，为善邻友好，为共同防共，为经济提携。汪精卫的公开投敌，成了中国最大的汉奸卖国贼。国民党政权内部意志消沉，亡国论思潮蔓延。 就在这危难之际，蒋介石却打着他自己的小算盘。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战争中发展壮大，英美在远东对日本的绥靖政策，日本政府的诱降和软化，这些都让蒋介石集团的对日妥协倾向也变得明显起来。他在日记注意事项里写道：“控制共党，务实捣乱。” 1939年1月21日，蒋介石一身戎装，胸前佩戴的勋章，出现在重庆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场。这一天，蒋介石容光满面，他做了题为《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纪》的报告。就是这份报告，却引起了此时同样身处重庆的周恩来的关注。 38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共产党在敌后发展的非常快，国民党就变得非常担心，所以他当时决定，采取这个限制共产党的发展的这个办法。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很快被刊登在全中国的各大报纸上，一时间，中国有了三民主义就够了。 用不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合中国的历史道路，反对共产党的言论此起彼伏。周恩来第一时间将蒋介石报告上的内容传递给了在延安的毛泽东。几乎就在同一时刻，国家社会党张君迈给毛泽东写了公开信。 要求共产党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乱音缭耳，中国未来是什么样的？中国的前路又在何方？1939年7月7日，抗战2周年纪念日。
中国共产党发表对时局宣言，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的口号，成为对反共逆流的响亮回应。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用他的笔写下了共产党人的决心书。从1939年底到1940年初，他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三篇著作，在理论上解答了中国革命的未来。第一步，中国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就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当中，不能混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拍摄于70多年前的延安，一个个黑白的画面记录下来最真实的延安居民。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立的新型政府，老百姓有他们真正的权利，选举就是这其中的代表。因为老百姓不认得字嘛，你坐到那儿，你背朝我，我在你后面掏豆子，我要选举就给你放个豆子，我不选举，你的碗里是空的。有的故意开你个玩笑，把碗敲一下，你以为给他投毒，结果晚上空的。虽然不认识字，不能写下选票，但选举还是引起了朴实的陕北农民的热情。他们想了一些特色选举的方式，参与到民主革命当中。就三种，一个是打小勺了，一个是点豆了，一个是举手了。就是底下群众都是这么学的，我亲眼见的。代表民主的选举制度就是以这样质朴的方式第一次走进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1941年5月1日发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以法的形式规定了边区的方向及新民主主义的方向。纲领规定，要确保实行民主和民生，坚决实行三三制，实行民主选举，实行廉政，实行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实行发展工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实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可以说，这是新民主主义在延安的一个雏形。就在延安的百姓们感受着民主带来的改变之时，抗日战争也进入到最艰苦的时刻。日本侵略者的封锁，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抗日经费的停拨，接连不断的危机使得延安经济陷入困顿。当时延安的最高级医院就和平医院，有一次我妹妹病了住进去，我母亲陪着，耗子满地跑，完了把小孩的鼻子都咬掉了，蒋介石又断了对八路军的供粮，那就更艰苦了，保证不了基本的口粮供应。1940年年末的一天，第359旅旅长王震的窑洞里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个人就是时任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一进屋，朱德就笑呵呵地冲着王震说道：“王胡子，中央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朱德带来的任务就是要王震带领着他的359旅在南泥湾开荒种地。要知道，王震率领的第359旅可是八路军第120师下的一支劲旅。
抗战爆发后，第三五九旅就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与兄弟部队一起开辟了晋察冀和晋绥等敌后抗日根据地。要这样一支能征惯战的部队种地，会不会大材小用呢？陕甘宁边区地广人稀，土地贫瘠，却还要担负起几万干部、战士和学生的吃穿用，原本就是一件难事。蒋介石又调集了70多万的重兵，形成了一道道严密的封锁线。毛泽东后来回忆时曾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国民党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延安的军民基本生活已经无法保证，为了改善根据地经济状况，1939年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干部生产动员大会上就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他还与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一起率先垂范，亲自劳动。毛泽东在杨家岭他的窑洞外亲手开辟了一片荒地，种上了辣椒、西红柿这些蔬菜。就这样，在毛泽东的号召下，陕甘宁边区和各个敌后根据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领受任务后，1941年3月，王震率领第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战士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开始在烂泥湾上种田地。当时延安电影团的摄影师们用胶片记录下了这场大生产运动。1943年10月的一天，毛泽东和任弼时、彭德怀视察南泥湾，小战士从地里砍下一颗大白菜，这颗大白菜足有20-30斤。毛泽东捧起它，扭头对王震说：“好大的白菜，你王胡子有本事。”仅仅2年时间，第三五九旅的官兵们在这片曾经到处是沼泽、遍地是泥潭的烂泥湾上，开垦土地36.1万亩，上交公粮500万公斤，大大缓解了边区的粮食供应紧张问题。1943年11月26日，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上，劳动英雄的大幅照片挂在了主席台上，劳动人民受到如此隆重的表彰，这是中国100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景象。就在边区居民开展大生产的时候，一场以马克思主义教育为目的的整风运动也正在延安和各根据地继续深入。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里突出强调了实事求是，说只有实事求是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整风运动呢，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也是一次破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所针对的呢，是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的错误，以及他们的表现形式：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大罢工。1942年2月1日，中央党校第一期学员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2月8日，毛泽东又为延安的干部做题为“反对党八股”的讲演。由此，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展开。全面抗战爆发以来，大量左翼文艺界人士陆续来到延安。1938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鲁迅艺术学院。
可集中到延安鲁邑的文化人都个性十足。刘赤，西安一位银行职员的孩子，十八岁时考入鲁邑音乐系，师从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学习作曲。他很喜欢新鲜的东西，一度还穿过一个喇叭裤，在窑洞里面，你想想那个对比，听着这些这个西方古典音乐，然后偶尔穿着喇叭裤，戴着丝绒帽。和刘赤一样，绝大多数到达延安的文艺界人士都曾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生活学习，他们的经历与这片黄土地上生活的人们全然不同。这些人这个思想状况也还是不是完全一样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这思想的这个旧社会的影响的东西还是有，所以那个里边的矛盾有的时候也还是不那么很理想的。根据鲁邑院长周扬回忆，当时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尽管是左翼，尽管是共产党员，甚至还不是一天两天的共产党员，但当他们到达延安之后，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人怎么能和工农兵结合的问题。我们到一一五市，我们把我们的画贴出来给人，给战士们看，战士们意见就很大。为什么一个人半边黑脸半边白脸？木刻就是黑的白的的意思，群众看都懂，看不懂。以前农民不干净嘛，脚上有牛屎，衣服也脏。他说：“我就觉得咱们这个小子现在思想灵魂不干净，这些毛病随时都可以暴露。我们要老老实实的到基层去锻炼。”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这一方针的确立，影响了当时延安和此后整个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成为我国文艺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张合影拍摄于1942年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后一天。因为代表人数多，这张合影其实是用三张照片拼接而成的。100多位文艺界代表与毛泽东共同留下了这珍贵的瞬间。延安文艺座谈会意义重大而深远，历史延伸直至今日，它鲜明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这就是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对文艺工作者来说，这至今仍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原则性的问题。1943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推动整风进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阶段，以彻底弄清楚党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
毛泽东在1944年学习和时局中明确指出，中央认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做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有了这样一个历史问题的明确结论，使犯过错误的党内同志终于解除思想包袱，全党的团结统一达到了新高度。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此为标志，全党整风运动胜利结束。延安整风通过分清路线是非、团结同志这么一个目标，使全党思想达到了高度的统一，这是我们党后来革命能够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保证。1945年4月23日，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755名代表走进了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他们中年龄最大的近70岁，最小的20岁左右。毛泽东挥动着他的大手，对全体代表讲话。他说：“我们大会的方针是什么呢？应该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简单讲，就是一个团结，一个胜利。团结和胜利是经过多次失败、挫折、崛起、倒下、流血、牺牲才换来的。它同样是经过认真的思想斗争，分清了路线是非、思想是非而得到的。团结统一就是党的生命，正如中共七大主席台悬挂的标语所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这次大会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这组镜头是毛泽东在延安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珍贵影像。他在紧张工作后会走到窑洞之外，他和小战士交谈，他更爱跟老乡拉呱。他步履轻松，目光温和，领袖总在人民之中。在宝塔山下的窑洞周围有这样一座建筑，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成为了这栋建筑最醒目的标识。1943年年底，中央党校新建大礼堂落成，毛泽东将自己的亲笔题词送给党校师生，实事求是后来成为全党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被称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实事求是也成为了延安精神的代表，在中国革命最艰辛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用实事求是的态度走出了中国的未来，走出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宝塔山下的延安城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弱小走向强大，
也见证了中国革命从困难走向辉煌。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用延安精神滋养初心，校准前进的方向。一批又一批的共产党人在延安这片热土之上宣誓起航。